父爱爆晒棚，余文乐忙凑仔唔见几百万。啱啱明星爸爸嘅余文乐咧，寻晚出席手表发布会，系佢明星爸爸之后咧首度亮相公开活动。仍然放大假嘅佢表示啊，呢个活动咧早喺半年前已经答应噶啦，所以一定要做埋。佢坦言呢个月咧已经退咗好多工作，损失200万计啊，但因为自己唔想 B B 一出世咧就走去工作，因而错过小朋友嘅成长历程啊，这个潮爸父爱真系爆晒棚啦！我放緊假，其實放幾耐啊？我其實一路我唔係呢個，因為呢一個活動係我之前應承咗嘅。哦，因為生仔。哦，半年之前。哦，半年前。係啊，所以一定要出席嘅。其實我而家放咗幾耐假？放咗幾耐假？我而家放咗一個月。你有冇推過啲作？推曬。推曬。嗯，推曬推曬嘢做。係。做咩？你幫手湊 B B？ 係啊。進度唔錯，即係講解一下啦。送送物件啊，即係正常嘢咯，即係送風換片嗰啲啊。係啊，係啊，我係負責喂奶同送風嘅。哦，你負責喂奶。係啊，換片部就媽咪嘅。哇，你咁樣嘅最。係啊，我已經揀咗好位做啦，已經。但係原來我發覺飲奶同送風係好3個鐘就一次嘅。